这里呢，就是我每天上课的班级了，在这个学校里面大大小小的班级一共有十个左右的班级，班级的大小呢是不一样的，就是如果要是人多的话，大家就可以坐到最大的那个教室里边。现在我看一下我们这个我每天上课的地方吧。在这里呢，现在因为现在的时间呢已经是放学的时间了，但是大家没有事儿的话，可以在这儿去认真的在这儿自习，不懂的话可以去上学老师的办公室去问，询问老师，老师会给你一一的讲解。在这里，同学们都特别的热爱学习。我们这些同学呢都是越南同学，这些同学呢就是每天放完学以后在这儿去自习写作业。在这个班级里边，老师呢，我们是围着老师，每个班级都是，我们都是围着老师坐在一圈，老师会站着把这些课讲了，不会的去及时问老师，老师也会及时的回答你。这就是学校特别特别好。